柚子，是不是该听妈爹讲故事啦？欢迎大家来听我们应用程序 APP 与 Podcast 的频道哦，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应用程序毛毛频道哦。感谢你们关注我们的应用程序 APP 与 Podcast 的频道哦。好，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叫做三明治。对，好，作者就是三明治厨师。对，好，我们要讲三明治碗啊。好的，我来给你讲啊，我来跟你讲，我来跟你讲啊。好了，我来跟你用应用程序 APP 与 Podcast 的频道，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哦，一起来交流。今天的故事叫做三明治。好。好的呢，他三明治吃猫猫猫。谢谢你哦，我们爱你。时间